大家好，我是欧妹。昨晚下了一夜的雨，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准备了一点菜，还有一些毛肚，今天就来整个火锅吃，先拿去洗一下。下雪的时候不是很冷，但是化雪的时候还是有点冷的，水也特别冰，戴了个手套。好了，现在去炒底料。起锅来一点点油，再来点糟辣椒和豆瓣酱，翻炒一会儿，穿点山泉水进来。调味就是盐、鸡精、蚝油、花椒面、酱油。烧开，先把蘑菇和豆干倒进来。今天整了一个酸辣口味的火锅，先把金针菇和葱放进来。再来几片毛肚。开吃啦。